在是横屏还是竖屏啊？搞不懂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宋说新语。我今天在思明山里，那个上传视频啊，昨天太困难，没带电脑，然后手机上传以后总出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实在没办法，我直播一下试试，看能不能上传完毕。这是思明山里边的一棵千年古松啊，双胞胎古松，特别高，又高又长，据说是中国最高的金钱松之一啊。但是这个双胞胎金钱松应该是接近千年的树龄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。虽然有点逆光吧，也不错。右边这是一台古斐树，